赵总，您又胃疼了，要不咱去医院吧？最烦去医院，老毛病，吃点药就好了。那行，那我找个药店。赵总，哎，你给谁打电话呢？房东啊，不接呢。天天看人家热点贴你冷屁股，今儿你怎么倒主动联系他了？交房租。我看人家好几天没联系你，自己着急了吧？要我说你也是的，明明挺好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，非让你整成了租赁关系，我都心疼赵玲。你心疼，你找他去啊？他年纪太大了，我对他只能付出同情，付出不了真情。这么废话多，你赶紧靠边。哎呀，你行了，你别打了啊！要我看呢，人家说不定现在都已经找到新欢了。你说你一半老徐娘，值得追那么久吗？李师傅啊，你好，我是田野。哦，不用车，我找不到赵总了。什么？哦，好好好，他真有新欢了，该就该治治你，住院了。哎，那你问问他眼中有没有你名儿。你好，请问赵玲在哪个房间？在那边330房间。谢谢啊。病人家属，哎，进来，愣着干嘛？哎，醒了，哎，怎么样？伤口还疼吗？怎么来了？哎，不能动，不能动啊！没事儿吧？没事，小病。还小病呢？你这个都是胃出血，我告诉你，再晚送来几分钟，手术都不用做了。这么严重呢？小病攒成大病了呗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他都这样了，还天天跟我们喊着要出院，要出院，你可得好好劝劝他。他劝我什么呢？是。你可以不听我们的，但是你得听你媳妇儿的吧。你怎么知道她是我媳妇儿？啊？哎，对了啊，我再嘱咐一句，她呢，这手术是做完了，但是不能大意。你看她都这岁数了，真不能再折腾了，得好好养着。你呢，做家属的，就好好照顾着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行，有什么事儿再叫我，好吧？谢谢啊。别听他的，这护士啊都喜欢吓唬人。去忙你的吧，我这没什么事儿，真的。我刚来，你又赶我走啊？不是，我这儿有司机和秘书。他们跟我能一样吗？就是因为他们跟你不一样，我才不想让你看到我这样子。喂？啊？不行啊，我现在过不来。不行。哎，我真的来不了。啊，行行行，我待会再说吧。去吧，我知道店里离不开你。你好好休息啊，再看你。好，去。哎，
什么时候再来？赶我走，又让我来啊？我是说，你再来的时候，提前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好刮个胡子。再给你整一套化妆品，再化化妆。啊？好好休息啊，来看你。都坏了，店里面都没插。体育老师智商真让人着急。臭八婆，滚一边去！喂，我大嘴巴，我大嘴巴，我大嘴巴，行了吧？哎，老板，我这不是为你好吗？哎，不把你离婚的事放出去，你外边还有一小女朋友，这不让人说闲话吗？怎么着，我还得感谢你是吧？今天的事儿这真不怪我，你那小女朋友要是低调点，跟家腻歪腻歪就没什么事儿了。你看她倒好，跑到学校来，这不让人羡慕嫉妒恨吗？你还穿的，那是谁知道人家穿成那样？不是，穿成那样是挺好看的。不是，就算给大家发福利了。在咱们学校都是青春期的小男生，正是荷尔蒙旺盛的年龄，他穿成那样，你这再招摇过市，你不影响大家学习呀、啊、我看就属你不着调，你叫什么呀？不是，这话糙理不糙啊。今天这事儿啊，我给你分析分析，校长就是借故找茬。老板你什么人我们一般同事还不知道吗？啊，你就不会干那种事儿。但是校长什么情况你还不知道吗？他媳妇儿去世那么多年了，一直都没再找，可你倒好，刚离婚就找一年轻漂亮小媳妇儿，你说他心里能平衡吗？不是我说你，你这种行为岂止是饱汉子不知饿汉饥，简直就是乞丐面前吃烤鸭还吧唧嘴，他能不生气吗？你说这事儿我还把他给得罪了？不是，你以后低调点就行了，校长再怎么眼红，他对你还是不错的。升你做了体育组组长，又给你涨了工资。哎，我教龄比你还长，都没这待遇。你呀、啊，管住你那嘴，少整点八卦啊！还有啊，这事儿别再唠叨了，让玛丽知道了不好。这不能，大人是跟孩子瞎说什么呀？哎，不是，说起你们家闺女来了，她今天都没请假。我的课居然敢不来上，没去上课？对啊，丫头片子越来越不像话了啊！怎么着，找不着人了？哎，上楼上楼，你就给他记旷课了。不是你跟自己闺女置什么气？你的事儿，我得给你提一醒儿，啊，我跟你说呀，是，真是。再不接电话，你今天就死定了。你这狗咬人啊，不打麻药不行，拿走。狗咬人稀罕吗？人牙狗才稀罕呢，你不会给狗戴个脖套啊？戴什么脖套？你是要洗牙？是什么？我要洗牙。哎呦，你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一点都不专业。走，越远越好。走，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怎么了，老韩？你跟吃了炸药似的。你不一直都说顾客是上帝吗？你有你这么对待上帝的吗？谁是上帝，我说了算。哎呦，老韩真不是我说你啊。你说丹芬走了以后，你都气走多少客人了？谁让以前胡搅蛮缠的客人都是他负责的呀？真是距离产生美啊！啊，怎么的？现在知道人家戴安芬的好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以后这种客人，你负责。可别，我的脾气还不如你呢。让我伺候这些客人，咱这店两天就倒闭了。哎，要不你跟小芬服务软，让他回来吧。少跟我来这套啊！大丈夫一言九鼎，让他跟我道歉。得，不用道啊，到时候。戴安芬就结婚了，摇身一变变成了博士夫人，等着后悔死。
哎呦，就他那吃惯了炸酱面的胃，家里讲究鬼子，有他瘦的。说的跟人戴安凤他爹似的。嗨，别硬撑了，自个儿又不会死。我是老板，好不好啊？你见过老板求员工的吗？你没求过我。我求过吗？啊，你说说，我求过吗？你让我跟你叔说。求我们加班，求我们给你当秘书，求我们给你介绍女朋友，求我们假装暗恋你，还求我们在你喜欢的妞面前假装打起来。你还让我给你数吗？行，不数不数不数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明天我就开始招人，我现在就招。我还不信了。我也不信你能招着我们那么好看。哎，哥俩，秋风说他不来了，让我跟你俩说声对不起。他还知道对不起啊？能怪他吗？要不是你跟娜娜那点破三角恋的事儿，他能走吗？行不行？我怎么就三角恋了？哥们儿跟娜娜压根儿就没好啊，他早就不想玩了。上次想退没退成，这次是得劲就给撂挑子。你甭管怎么着，现在演出马上开始了，想点办法吧。大不了今儿不演了，不就完了吗？不演了，预售款我都花干净了，这钱谁还啊？就是的，我那钱也交了房租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看了那合同了，咱们要不演赔3倍违约金。别，咱们赔不了，行吗？咱这次预售票全卖光了，观众在外面等着呢。咱今儿要是演不了，将来谁还找咱们演出啊？要不然这么着，哥们儿还一招，咱仨今儿谁当吧主唱？别逗了，长大那首歌咱仨谁能唱啊？那到底怎么着吧？我来唱。你谁啊？你们不记得我了？我可是你们反光镜的始祖粉儿，你们所有的演唱会我都看过，这些歌我也会唱啊，连前奏我都能哼出来呢。真的假的？当然了。那你们哥俩说怎么着？靠谱吗？看来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，试试呗。行，那就试试。整，来。哎，秋菊，别紧张啊，你这汤底都是一帮萝卜白菜。我愿换上
来了怎么不打招呼啊？我就过来看看你们怎么样。乐队没你都乱了。台下看着可不乱，你这个新成员比我受欢迎。算了吧，观众看我一小姑娘没忍心揍我，只有你才能压得住场。你可千万别退出啊！要是连你都退出了，反光镜就没意思了。我是真的不想玩乐队了，你得允许我重新寻找人生的方向吧。别不开心了啊，赶紧回家吧，你爸妈该担心了。哎，那我还能见到你吗？你好好学习，到时候我带你玩去。你这不糊弄我呢吗？我就算是考了年级第一了，我上哪找你去？我把微信给你，你考了第一，你把成绩单发给我，承诺肯定兑现。哎，那我这个还给你，送给你了，当做第一次演出的纪念吧。真的？哎，秋风哥，我想学吉他，你能教我吗？你别找我学吉他啊，我这辈子最讨厌当老师，更讨厌当老师的人。你去找李鹏去，他的吉他弹得比我好。他长得太影响学习效率了。哎，对了，他们刚才说要去吃烤串，你不去啊？你总得正式告别一下吧。就算退出了，你们还能做朋友啊。哎，等等，你不送我呀？走吧。哎，师傅，你等一下。秋风哥，无论你当不当主唱，我都是你的头号粉丝。谢谢，赶紧回家。那我走了。哎，拜拜，加油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我说怎么回事，哥俩，咱们今儿也算是大难不死，逃过一劫呀，正丧了啊？对，我还真有点想出风。哟呵，现在可以啊，不想姑娘想爷们儿了。主要是他这一走，我也想起他那小枣脯脸，还真挺招人稀罕。我也想秋风了，你记得以前咱们给别的乐队暖场，一分钱不挣，每次吃饭都是他结账，谁要是抢人买单，那要他命呢。吃饭那点钱算什么呀？咱刚组乐队那会儿，排练费、设备钱不都是秋风吗？就连咱们第一次演出，找那些假粉丝，都是他负责张罗找的。不是，记错了，那次是王小米找的，好吗？王小米是吗？可不是嘛，王小米去那什么菜市场，拎了几个老头，打扑克的，叫到咱们演出去了，一首歌没唱完，人全跑了。想起来，没全跑啊，绝对最后剩一老头，老头跟我留半天嘛，说我打鼓不行，最后一打听，你猜怎么着？啊？老头年轻时候是腰骨断了，我都无语了，我。哎，哥俩，咱这酒又不是为了养鱼使的啊，咱喝一个，好吧？来，哎，赶紧！我这杯算秋风的。嗨，你刚才洒地上得了，喝，往哪洒呀？我你怎么来了？啊？没死谁呀？谁呀？小子，你想来时的回来呀？你我虽然不是乐队主唱啊，但是我作为你们的小粉丝，我过来蹭个饭总行吧？行，你还知道回来？躲不了了，今儿来哥几个啊！虽然咱音乐散了，但是咱友情不能散。我就等着你们成为中国最牛的乐队的时候，到时候让我的十二指肠全都悔青了啊！得嘞，走一个吧，你先过了今夜再说吧。来，我死的，看我嘴型，喝死你！来着。哎，怎么还能睡呀？闺女失踪了，我睡得着吗？大惊小怪，我又不是第一次晚回家，以前你不都睡好好的吗？下午旷课了是吧？就知道孙老师会告状。我已经跟孙老师说了，给你记旷课了啊。学校规定你也知道，再旷两回就开除你。不是你让他给我记旷课呀？你还是我亲爹吗你？哎。不是你亲爹，我现在就开除。体育老师有资格开人吗？你以为你自个儿校长啊？我跟你说，我要是校长，先管好自己老师再说。什么意思？没意思。你手机为什么不开着？没电了。我给你买手机就是跟你联络方便。你要是老关机的话，我干脆扔了别要。你就会拿这威胁我是吗？我就威胁你怎么了？
你看你像个学生吗？啊，画的跟鬼一样，穿这身，晚上怕流氓看不见你啊？你有功夫管我穿着，你怎么不管你自己女朋友啊？我这一身啊，我至少该热的地方都热，我没露过地线跑学校逛的去吧？我至少知道什么场该穿什么，没丢你脸。你也应该知道你未成年，知道吗？再说人丢我什么脸了？无论什么结局，烦恼都是悲。你要干嘛呀？不行啊，不行！站起来，没事。哎，你不是原来挺高的吗？别动啊，别动啊！你怎么跟郭敬明似的？郭敬明怎么了？人家郭敬明，人抬个头，45度角啊，流个眼泪，把钱就挣着了，还怎么着呀？啊，对对对对对。今天咱们哥几个就学到了，学着的喊口眼儿天，狂喊喊出来，全都能实现。我先来，我先来。嗯，你先来。我要考上音乐学院。怎么呀？你这，你别，你听我这个，我要追林志玲，我要追到林志玲。你们俩行不行啊？啊，哥几个，抬头看看那几座大厦，将来都是我的，好吗？土豪，吹吹吹！哎，怎么了你？我想要王小米回来。他想要王小米。哥几个，咱撤吧，这孩子没救了。没出息，今晚上死街上，咱不回家。这叫冤枉。谁给我买早点？还能有谁啊？哎，谢谢啊！谢什么呀？不是你给我买的。想得美，我还没吃呢。那给你吧。来，慢点吃。到底是谁呀？我真不知道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突击测验啊！老师，你又忘了备课了吧？再叨叨记你零分。来，卷子往后传。来，递过去。你早点别吃了，收起来。把没用的东西都收起来了啊！我们答卷了。一会儿，等考试的时候你把卷子拉下来。欣然。欣然，欣然，老师，我不让抄卷子，他拿笔捅我。你站起来，给我出去，老子还想干嘛？看什么？看卷子？你别溜号了，好好审题。你这不瞎胡闹吗？啊，王小敏，这哪是一大老爷们来的地方？哎呀，我跟小芬团购的体验券明天就过期了，这不还没回来。
知心啊，嗯，就是他没当我哥了。哼，客倒是难上了，但板着个脸要跟我示威似的，一看就是昨天把我出卖。孩子都快气死了，嗯，昨晚半夜回来，话跟鬼似的，说他两句吧，还跟我顶嘴，啊，想跟我干。不是，孩子到青春期怎么就这么讨厌呢？你们家孩子也这样？我儿子我倒是想管的，天高皇帝远的跑到美利坚，一打电话回来就要钱，比起我来你知足吧你。你说怎么都跟欠了他们似的？嗯，女儿是上辈子的情人，儿子是上辈子的债主。不是做什么孽了？上辈子找这么一个债主，我们家也有一个。可这说实话呀，自打离婚以后，孩子性格变了，这让我有点着急。正常，这岁数正是叛逆的时候，再加上你们家这复杂情况，爹妈离婚了不说，俩人外边都还有一个啊，这孩子不离家出走就不错了。闲着没事跟我说这个，弄得我都吃不下饭。你哪回少吃了？这形状，这颜色，你这送给谁的呀？这除了你自己吃肉，只能在店里面喂狗了。这是巧克力，狗能吃吗？亏你还干这行的，真恶心。挺好的呀。嗯，我看你这，换一个。你让我尝尝。什么让你尝？又不是做给你的。那你尝尝我这个。老板郑重的告诉你，这是黄建祥的祥。祥你自己吃去吧，祥。所以我觉得就是特别给力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天吧，他就那，你没事吧？我说你诚心的吧。我只是不小心打到他了呀。你哪只眼睛看着我诚心的了？不就是人家白天没让你抄卷子吗？有这么小心眼吗你？关你屁事儿！你必须跟欣然道歉，道歉！我要是不呢？算了吧。哎哎，道歉！道歉！道歉！就不，我叫你打欣然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他欺负同学，欣然白天考试没让他抄卷子，他就拿球砸人家。我没有。我也不是故意的。欣然呢？走了。既然没有别的目击证人，你们两个每人发报十圈。Yes, sir。马老师，我先上课去了。啊。你快去吧，不想让别的同学说你爸偏心吧？你这不叫偏心，你这是愚蠢，愚蠢。怎么跟你爸说话了？跟你们说了多少遍，篮球不是个人英雄主义，讲的是团队精神。看今天在场上表现，一个个无头苍蝇似的，都想着自己出风头了，像话吗？每人围着操场发跑十圈。凭什么呀？你有意见？干什么呀？还不让人说人话了是吗？你比赛当天在哪儿？现在对我们撒气，反正已经输了，再练有用吗？输了球谁心里都不好受。怎么了？输一次就想破罐破摔了，以后就再也不想赢了？没有以后了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进联赛的机会。不好意思，小心点。
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都两天没看见你了，过来看看你，想我了吗？以后别再来学校找我。为什么呀？我就喜欢接你放学。这好歹是我工作的地方，影响不好吗？女朋友接男朋友下班，天经地义的，有什么不好的？那咱们也可以低调点。你是人民教师，你又不是明星，还怕狗仔拍呀？你还知道我老师啊？那我得为人师表了。我可不想因为谈恋爱影响了工作。再说，这全校人都知道你是我女朋友，可这玛丽还不知道我跟她妈离了，让她怎么跟人说呀？这不是为难她吗？你是不是因为上次那事儿觉得我特别给你丢脸啊？别闹啊！我可不想跟你吵架，尤其不想在学校门口跟你吵架，啊。那行了，以后我不来学校找你了。这活儿也太难干了吧！给条狗拍照还得去他们家，我这儿还宿醉呢。哪儿那么多废话呀、啊？到时事儿成了，分你200块钱不就得了吗？200，起码300吧，我说。哎，你们在这等我。哎，为了300块钱，你至于吗？一个人，一个人多没劲呀、啊！要咱俩一块儿，没劲。嗨，多有个性的呀！你知道老子是谁吗？不知道。给你脸不要脸，找抽吧你！哎！都没事啊。你俩一块儿的呀？我这个人特别有道德，从来不动侮辱你。你玩你吧。知道你又心情不好了，每次心情不好你都来这儿，反正记着啊，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，随叫随到。傻子，田小姐，你可算来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不是，是这样，我们公司砸了一笔生意，他在里边训人呢，都训一个钟头了。我这才住了几天院啊，1000万的单子就这么没了。看你这精神头恢复的不错呀，说几句行了啊，都到饭点了，他们还没吃饭呢。去吧，先吃饭，回头再说。以前上学的时候，你跟闷葫芦一样，现在看你训人训得不错呀！啊，这怪我，这不都让他们给逼的吗？我可是跟你说过我要来的。哟，光跟他们跟这儿较劲，忘了刮胡子了。哎，别。先吃饭吧，来，吃完了再刮。哦，好，吃饭。哎呦，真饿。慢点儿，你这胃刚好的，要细嚼慢咽的，每一口都要嚼50下。
好吃吗？好吃。哎，跟你说，还真是第一次吃你做的饭。胡说，以前不是老来我家。那什么，我这个还是把胡子刮了吧，我这心里老惦记着。那怪脾气，有什么呀？我来吧。哎，好嘞。哎呦，你这都有白头发了。年纪大了呗，你这不也有白胡子了吗？哼，都老喽。哎，你说啊，这么多年，这时间一晃啊就过来了。咱俩可不能再浪费时间了，咱们啊，应该互相做着伴儿，把这后半辈子走过来啊。